道路青青，既然我们遇见了就是有缘分。占了便宜就想跑，记住，没有我陆青青搞不定的事情。你不仅长得帅，灵力还高，就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你。我呢，对女孩不感兴趣，你也不用白费力气了啊。我好不容易遇到我的男神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？为了接近文王，那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气质拿捏得死死了呀。我现在一天见不到他，就浑身难受。不如给你一个温暖的抱抱吧。我不要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跟靖王成为眷侣。他这是在向我表白吗？